设计大学，是一所无所不在的大学。各位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们桃园县社区大学非常的用心，体恤到我们所有的上班族，工作非常的辛劳，包括肩膀还有眼睛腰部都很辛苦，所以呢要我来这里跟大家分享如何来消除这几个部位的疲劳。那我就拿出我们太极拳的收功最精要的部分来跟大家来分享，以最短的时间如何来解决这几个部位的疲劳。那好，各位朋友，现在呢，请把我们的右手拿起来，放到你的左肩，左肩这里有一个叫肩颈穴，扣住了以后，来，我们要按抓九次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好，揉九次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九，好，换手，左手抓右肩，扣住了以后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好，揉九次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好，接着呢。我们的左手拿起来，我们这里有一根尺骨跟桡骨，我们的右手呢做成一个这样子的动作，勾住了以后来向大拇指这边推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这里叫养老。换手，右手要掌心对自己，左手呢勾勾，由下往上来，向大拇指的方向推九次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好，然后完了以后，我们就可以甩手放轻松，放轻松，手部呢内旋外旋，肩膀放松，就这样甩一甩，甩一甩，甩一甩。那肩部呢马上可以得到缓解。接下来呢是眼睛，因为看多了电视，眼睛看多了这个电脑电视书本，所以呢眼睛非常的疲倦。现在呢我们要从我们的睛明穴往上，在这个整个眉骨上来做按摩，因此呢我们握拳用这个指节点住自己的睛明，往上挑一点点，然后沿着眉骨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好，下面呢，这边还有一个承气，一样用这个指节压着你的承气，一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还有接下来我们在我们的拇指丘白肉跟黑肉正中间的地方，这里有一个叫鱼际穴，然后我们手扣住了，要用我们的大拇指外侧推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换手一样，扣住了以后推鱼际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非常酸痛，稍微忍耐一下就好，所以是不要紧。接着来，双手搓热。以自己劳工，就是手掌心的热气灌到自己的眼睛，很享受的温养，然后
双手离开，眼睛闭起来，再做两次。双手盖上去的时候，眼睛张开。热气灌进去的时候，眼睛闭起来，然后双手离开，到鱼尾绕过耳后，顺着颈部下来。这是我们眼睛消除疲劳的部分。那至于腰部呢？我们离开我们的电脑或者电视，或者是你的书本，离开了以后呢，你就双手，然后翻掌往上提，提脚跟一放下，二放下，三放下，四放下。好，接着找一个柱。好，我们现在一起来做水平，压背。所以我们扶着桌子，脚退远一点，把背展直，头向眼睛向上看，头稍微抬起来，连压四次，接着转成右弓步。好，好，现在呢，我们要做的是右弓步压筋，拉的是左边左侧的腰，一。二三四，换左弓步，左弓步压的是右侧的腰部，一二三四起，现在我们向左开步，呈肩宽，膝盖保持微屈，全身放松，用我们的胯来转，前面呢打丹田，后面呢打命门。换过来，请看命门的部分就在这儿那至于呢拍打多少是时间自己折定。完了以后，双手搓热，敷在肾处，往下顺九次。以上就是简单的放松我们眼睛还有肩膀腰部的部分，希望大家很快就消除疲劳，得到健康。接下来，现在我们要来养我们的气，让我们更加的健康，然后呢气很足，神很旺。所以呢我们一样以平行，就是所谓的平马站立，然后双手合起来置于你的丹田前面。那接着还有一种方法叫做正襟危坐，我们坐在椅子的三分之一的地方，然后呢身体保持正直，舌尖轻贴上颚，两个手掌呢轻轻合起来，一样置于丹田前面。这是侧面看到的，待会儿呢我们会转过来看正面。那至于呢这个时间要多坐多久呢，那就由各位来拿捏。这就是正面的一样正襟危坐，舌尖呢轻贴上颚，眼睛可以闭起来，也可以保持三分眼。好，以上呢，谢谢各位。